进不去，进不去。寻龙分金看陈山，一重禅是一重关。关门若有八分险，不出阴阳八卦行。进不去，进不去。Yes。Hello， 美女。看你这应该是需要帮忙是吗？车距离太近了，我气运不太好，不敢开了。要不我帮你开吧？嗯，对。我们别紧张啊，我看起来像坏人吗？这都全是监控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那好吧，谢谢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吧。挺好。谢谢、啊。没事，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。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。哪不一样？我真诚啊，看不出来吗？那个这么晚了，你男朋友怎么没来接你啊？还让你自己开车？男朋友比较忙。你男朋友忙什么呀？这大半夜的，让你自己一个人，就是在这停车。我男朋友忙得帮我倒水。美女邻居他妈以为我是她男朋友，送她回家后，我刚要出门，发现她好像不太希望我走。我拿回来了。啊，我衣服没拿。给。嗯，歇一会儿，累了，一会儿再整。给我拿瓶水呗。没有，先喝，自己下楼买去。生气了？没生气啊，你想走就走呗。我发现吧，你家这沙发其实挺舒服的，我这待会儿再走。你爱走不走？起来点，我不行。哎，不是那个。谢谢。啊，没事，你洗吧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憋死我！你去吧。我去哪儿啊？洗澡啊。我就不洗了吧。不洗一会儿别上床睡啊。不是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跟你啊？你觉得呢？这也没有第二个意思。拉倒吧，我还是这沙发上睡吧。想啥呢？这好事能轮到你啊？你住这屋，之前我闺蜜在这住，最近她出差了，暂时回不来。不是你这屋拉门啊？现场直播。当你和女室友坐地铁，故意不和她坐一起时。一直玩手机还没发现。还叫我过去。竟然这么淡定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开车。你现在怎么才来呀、啊？我刚才看见外面一只狗追两只猫，追了半天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在那看半天呢。我的呢？哎，先别喝了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前男友住上他一个多月了。这小伙面相不错呀。除了家里有点钱，没有一个地方好，也不知道当时山上画的什么。没意思。你看，这怎么还动手了呢？哎呀，咱俩喝好了吧？你放一勺。人家不愿意就别掺着人家了呗。Hello， 美女。你谁呀？总是我的先来后到。我觉得爱情应该不分先后吧。咱俩咋和好吧？你说我现在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的。其实车这东西吧，就是个代步用的，没啥大用。珊珊，你看呢？一看就是吃软饭的。你什么时候喜欢这样的了？我就喜欢这样的呀。你情我愿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样？就搁着随机应变能力强吗？哦，
啊。居家期间认识个美女邻居，没想到第一次约会居然是去见家长。你就跟我走得了，还能把你卖了呀？不是，那可不一定啊，哥市场挺好的，不知道多少人想得到哥呢。到，一会儿少说话啊。妈，回来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小伙哪人呢？啊，多大？不是阿姨，那个我不是。阿姨哥吗？他不是。把我当他男朋友。阿姨着急了，你个还没结婚呢，咱是准女婿哈。不是那个阿姨，我也不是他男朋友。啊，终于解释清楚了。还没把你搞定呢吧？其实我家下午挺好的，长得也还不错。这都哪跟哪啊？绝绝他呗！哎呀妈！哎，不是阿姨，那个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。来，我加你微信，我教你怎么追他。跟你说，笑的挺好的。哎，不是那个阿姨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下回吧。对，赶紧带手机。没事，我有准备。来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不是阿姨，你这太贵重了。哎呀，不贵重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这谁的身份证对上了？可能是我的呀。这人胃都不好，多吃点软的。来，有点血，给我女儿好点啊。我现在有事先走了。哎呀妈。小区封了后，居家期间邻居找我喝酒，没想到我的邻居竟然是两个小姐姐。谁好看？哎，你俩没觉得这屋光吃眼睛吗？我去开个灯去啊。哎，咱们开会没意思，要不咱玩会儿游戏？行啊，玩啥呀？看我干嘛？我啥都行，我还能怕你俩呀？那玩骰子吧。行啊，有这你会吗？你瞧不起人的吗？你知道不？劝君更尽一杯酒，奉天遥彩着无敌手，输的就是我。那咱来吧，来吧。十个六，看你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不是你这上来就开啊？不能开吗？能开，我喝。哎，跳开两杯，就你这还无敌手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我先让你俩两把，我怕你俩一会儿不玩了。继续。哎，没意思，不玩了，我都玩渴了，回家睡觉。不是，哎，你饿了？太晚了，你不回家吗？嗯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收拾收拾。好。居家期间遇到两个美女邻居，没想到她竟然要搬我家来。玩个游戏吧。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我赢了。真心话是怎么的？真心话。嗯，你觉得爱情是什么？嗯，突如其来。莫名其妙。无法控制。哼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你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那冒险吧，真心话没意思。你唏嘘了吧？是怕我问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我有什么好唏嘘的呀？随便问。大冒险，我想想。你不能让我亲你一下什么的吗？想的还挺美，那是惩罚吗？怎么不是啊？嗯，让我把你家转转。不是，这我没听错吧？还有这好事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家现在有人住不下，过两天我就搬走。不是，那你怎么不换个大点的房子啊？之前公司倒闭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呀？嗯，天亮吧。怎么回事？习惯就好了。这栋楼总停电。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？不一定了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去拿蜡烛。